喺現今21世紀，機械人已經成為咗我哋生活嘅一部分，仲係我哋嘅好幫手添。佢可以做啲咩？機械人可以喺屋企做家務，又可以喺醫院為病人進行手術，甚至協助警隊執行一啲危險性高嘅任務。喺災難發生嘅時候，亦可以參與搜索生還者，更加可以喺科學研究領域中協助人類添。香港作為一個先進嘅城市，無論大學或者科研機構，已經有好多好嘅成果。如果我哋嘅新一代能夠及早接觸、學習設計及製造機械人嘅話，相信喺呢一方面，我哋就會有更大嘅成就啦。以我所知道，其實香港已經有一啲課程係培育小朋友去設計機械人。不如咁啦，即刻帶大家去睇下。呢度就係香港機械人學院嘅科技學習中心，佢哋主力係與學界合作，推動機械人教育，透過富有挑戰性嘅機械人製作活動，培養學生嘅多元智能，發展佢哋嘅共通能力。香港機械人學院喺2003年成立，為全港首間專門提供機械人設計及製作課程嘅機構。在短短几年间，我们已经同全港50几间中小学建立了网络，为学校提供高质素的机械人制作课程。现在已经有超过18000名的中小学生参加过我们的课程。香港机械人学院所举办的课程都是以学生为中心，在机械人制作课程当中都加入了创意和科技两大元素，内容都是由浅入深，务求各年级的同学都可以享受制作机械人的乐趣。等我找些同学和我们分享下他们的经验先。小朋友你们好，你參加咗呢個機械人課程幾耐啊？兩年。點解你中意呢個課程嘅？因為好好玩同埋好有趣，而且可以學到點樣同人合作。浩庭，你參加我哋嘅香港機械人學院裏面嘅機械人課程，你覺得難唔難啊？難，因為一開始淨係砌呢個唔使用電腦，但係咧之後咧就要用電腦要寫程式，但係你熟習咗之後就會好容易咯。點解你會選擇機械人課程嘅？因為啲機械人咧有好多變化，同埋啲比賽好刺激，同埋好有挑戰性。香港机械人学院采用先进的 LEGO Mindstorms 积木套件作为教材，使学生能够轻易和安全地制作角色的机械人。学院备有400几套共10多款的 LEGO Mindstorms 积木，给学生在上堂的时候使用。而在课堂上，学生有机会参与不同主题的机械人任务。是不是一路这样行就行了？不是喎，喂，得喎，唔得嘅。因為你冇輸入正確嘅程式同埋冇真係適當嘅位置。咁樣啊，應該點做啊？應該擠翻喺適當嘅位置，然後輸入正確嘅程式。哦。動温。哦。耶！耶！其實咧喺個課程當中有冇遇到困難？咁係有啦，有陣時個程式唔啱。咁遇到困難咧，你哋又點解決啊？如果我哋遇到困難，我哋會傾下，然後一步步咁解決問題。咁你哋有冇試過成功咁樣製造到一個機械人出嚟？嗰個感覺又係點㗎？好開心，好興奮，仲有好大嘅成功感添。好好喎、啊！咁其實咧喺學習過程當中咧，你覺得自己有乜嘢進步啊？我覺得對機械嘅認識多咗，同埋可以發揮創意，同埋學識同同學合作。机械人比赛是给予学生有一个动手解决难题的学习机会，而且在过程当中，他们可以学会有一个抽象的概念转化成为一个实质的解决方案，让他们能够体验团队合作的重要性，绝对是一个有意义的学习经历。香港机械人学院一直致力推广机械人比赛活动，令学生可以进一步认识机械人的技术和发展。由香港机械人学院主办，乐高教育部支持的2007联校机械人竞技大赛，吸引来自30几间学校的比赛队伍参加。比赛设有机械人障碍赛、越野赛和铁人赛三个项目，而机械人的设计、制作以及控制程式的编写都是由学生一手包办的。由创新科技处及乐高教育部主办的国际奥林匹克机械人竞赛香港区选拔赛，一共有120多间中小学的比赛队伍参加。香港机械人学院派出两支代表队伍，分别夺得小学组常规赛全场总冠军及小学组创意赛全场总冠军，成绩优异。在2006年11月，他们更加代表香港参加在中国南宁市举行的国际赛，并获得大会颁发的团体奖项。香港机械人学院现时开办多个课程，适合不同年级的同学参加。机械人工程师课程适合3至6年级的同学，通过实践解难的科技学习活动，让同学从制作中学习，培养他们的共通能力。课程共分为6个级别，内容由浅入深，当中包括机械人的设计、制作和控制程式的编写。
当同学完成课程并通过考核后，可获颁发证书并晋升至更高的级别。另外，课堂以小组形式进行，藉此培养同学的团队精神，而表现优异的同学将被挑选参加不同的机械人比赛。科学小先锋课程适合1至2年级的同学，小朋友从小开始体验探索科技的乐趣，有助他们发展学习的技能。课程当中，同学可以动手制作不同的机械模型，从而培养他们对科学与科技的兴趣。课程内容由浅入深，共分为3个级别。同学完成课程并通过考核后，可获颁发证书并晋升至更高的级别。透过课堂分组活动，学习与其他同学合作及相处。另外，同学更加有机会参与1年1度的101创作发明大赛添。机械人大赛训练课程适合曾参加机械人工程师课程的同学。课程针对个别机械人比赛的要求，提供有系统的训练，等同学有足够的能力参加更高级别的机械人比赛。如果各位同学想参加这些咁刺激好玩的机械人活动，就要快点来报名啦。要知道最新的机械人资讯，那就要记住这个网址。www.rihk.com